来一把盲僧理清。欢迎来到英上回雄搁上海玩，我这盲僧玩的犹如一坨狗屎。今天我让你们知道知道，回到家里以后，我的盲僧是什么样子的。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碾碎他。Listen。还有3分钟开奖啊！来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生命神龙一遭的邪恶的欺骗。这个蛤蟆为什么有头发？没有头发这不好看。谢谢小鸟虚云的飞车，缤纷飞车。谢谢小鸟虚云啊！感谢感谢感谢。小鸟虚云，我们又差130。你那送的背包老送一半。我用双手。向熬行的敌人倾泻怒火，直接一级学个抠。自带音响。风暴神龙的力量在我体内激荡。切！快打呗！不是这干哈呢？这凯南啊！不走了呗，不走挺好。上对面野区去，这努努打野没啥伤害，去野区玩一玩。直接给他打了。没有人我就直接打，我都不等。等他消失了，我们再干。撤，打不过。哎呀，这弩弩斩杀线太高了，打工了。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不允许任何。谢谢守望帮我打。兵线给我卡住。欧可。还剩40秒啊就开奖了，来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抽奖了。我们背包任务还差100。就差100，差个飞机，准确的来说是90。我去！死不了，应该我闪现踢，哎，好像能踢死感觉。哎，我操，我没闪现踢。我感觉闪现 A 一下好像死了，一开始我感觉死不了，后来吧，我感觉又能死，因为我有征服者嘛，征服者触发了。再见。
别追了，你连个鞋都没有，你追啥呀？你还能抠到我呀？哎呦我操，这居然让他抠到了！我感觉这波我走位他抠不着的，怎么鞋子给我抠着了呢？他六了，送了我们全队的人头，我要闪个闪。本来蛤蟆这个英雄吧，其实一开始挺好的，完事非得增强一波，你知道吗？那设计师非得增强一波，增强完事以后感觉哎又有点太强了，又削了一波，削了一波又削了一波，然后削了一波又削了一波，一顿削的。本来人家一开始啥也没有，啥也没干，挺好，后边就给一顿削。怎么没有抠呢？不逆神龙就是违抗正义。这是啥意思？这钉钉的挺有意思，这钉。吓死我了，给我吓坏了。我被选中是为了执行任务。你看猴哥 R 闪都够呛，那 R 闪不有手就能摁出来的玩意儿了吗？让我踢着你啊！
我的妈呀！回血。刚才他属于满血整啊你。虚区确实是挺高的。这波去吃狗屎吧。回来再跟他打一波。要不这塔我不拆我有点难受啊。哎他把 E 给用了可以杀。闪现往哪闪拉克斯有没有大呀、啊、到底看样子好像是没有他要有的话他就不能不上了别让我踢着啊别让我踢着让我踢着对不起人没了进门上山任何一人都逃不过呼啸的龙泉出个黑切吧他们家 AP 挺多的我要不要来个影魔刀这是个问题海南都没有伤害的电人不掉血出一身破烂的哎我发现我好像键盘冲突了就是我摁 E 再摁 E 我摁不了我本来昨天晚上啊我是想的我寻思我换个键盘嘛完事儿呢我就去查去了我去查键盘我就去那看那个商品评价有的人说是你安个驱动哎就好一点了我寻思我安一个吧哎我安完驱动好了以后呢我寻思今天应该没啥问题我就去训练模式测试了一下但我没想到我今天还是不行我这学 Q 还是学不了我这按一按一按不了按完一按一按不了键盘冲突但我这是无冲键盘我不知道为什么冲突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无冲键盘冲突了中但是那樱桃键盘有点太贵了那8.01500多块钱我都换俩了这是第二个第一个那键盘帽坏了飞了让我撇了
投降了。换个剑帽不会。